我的好朋友紫米勒山的小朋友，是可爱的弟弟飞细菌。今天的影片是我和文当去探望飞细菌的小记录，片段可能比较零散，大家就轻松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度假。今天呢，我跟文丹要去紫米勒家看新生儿啊，楽しみ、トキちゃん。对，我这一次呢是第二次，文丹应该是第一次见吧。こんな感じなんだろうね。しかもね、ふーちゃんと同じ誕生日だの。いや、そう。それ聞いて俺もちょっと運命的なものを感じたよ。现在紫米勒真的是一个人一打二，超辛苦的，所以我跟文丹就想说，能帮上什么忙就要帮。然后我们还买了麦当劳，因为紫米勒说他想要吃，就买了。可愛い、いつもハグしてくれるんだから。可愛い。覚えてる？文丹。覚えてる。懐かしがってるの？文丹第一次看到 Toki 宝贝。可愛い。Toki ちゃん、你在看镜头啊？びっくりしてるよ。なんか触ってみて、すごいスベスベなの。歩いたことないから。本当だ。すごい。顔の肌より。めちゃくちゃ。まだこの世の中の大変さ知らない。聞いたら很新鮮。味が少しずつ上がってきてるんだ。成長。そう。まずけ毎日の長さ長くなってる。あれまた伸びたじゃん。すごい。最初なかったよ。マジですか。最初まずけまだ出てきてなくて、あと38週で産んだから。あ、そっかそっか。あと2週間分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どんどん。哇，超级大！Toki ちゃん，你看到相机吗？yeah！ 你好。这一次去意大利呢，也有准备礼物给紫米勒。与其说是给紫米勒，应该是给 Toki ちゃん。紫米勒ちゃん，啊，谢谢。这是意大利的礼物。哦，真的、哦？谢谢。要送给你的耶。送给 Toki ちゃん的。ちゃん、プレゼントだよ。哦。哦。なに？Toki ちゃん使えるよ。然后因为我想说你喜欢蓝色，所以我就全部都选蓝色。真的，他应该也喜欢蓝色，刚好他也穿蓝色。Toki ちゃん，你要好好。喜欢的嘞，今。本当本当的。开心开心，跟大家 say hi。嗨。嗨。喜欢的。哎，他知道哎。Toki ちゃん也是神童呢。あまいね。我们文当跟 Ivy 现在两个人在玩 Switch， 在玩 Mario Party。Toki 讲一直在动，他说他也想要玩啦。Toki 讲你也想要跟大家一起玩呢、哦？那你怎么这么激动 ？Toki 讲的这个奶嘴啊，可以看到他在咬的样子。这两位玩的超开心的。哇，很带劲。Ivy 讲你这是，他超得意的。文当一击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玩大富翁了，居然连鱼丸都要参战，当然要啊！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他说我以后也要当大富翁，真的，你要当大富翁啊，好不好？リッチマン，みんなでリッチマンやってる今。艾比，我先来。ここ。ここで参加。我是最左边的王子。艾比过来。文当是金贝贝，艾比是孙小美。啊，好可爱！好可爱，超可爱的。啊，这是 K 妹。K 妹好きなんだから。啊，そうですね。OK。Off 了，二手。啊！好了。鱼丸跟文当推荐一个神似黑松沙士的饮料。这个味道完全跟黑松沙士一样。酸痛贴布，酸痛贴布的味道。日本话这个 A W 只有那个冲绳有。哎，你弄的明天可帅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弄的明天要不讲，本当に。哎，めっちゃ楽しみ。匂いは？我觉得跟黑松沙士一样。シップ的。我闻看。匂いシップ。它是美国超级超级有名的汉堡店。シップ的。めっちゃシップ。所以就是跟黑松沙士一样，有一緒と思う。一緒と思う。一緒一緒一緒と思う。我们文当呢要来喂 Toki 酱吃饭了。吃饭。对。やっぱりね、愛が溢れるでしょ。呀。飲みたい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耶。奶奶好。
那就、okay. 可能真的是新手吧。对呀、啊，文章加油！来加打，快点哟，快点哟！收！耶！太爽，很紧张，文章紧张死了。是谁个？疲れるでしょ。飲んでる飲んでる。また欲しいよ。まだ欲しい。ずっと欲しい。ずっと欲しい。ずっと欲しい。あの、出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はい。他超紧张，他这样子。押すのはこう、こうとか。あ、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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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それそれそれ。なんかちょっと違うなと。そう、私もなんか居心地良くないなと思って。気持ちよくなってる。本当に緊張、好可愛い。緊張した。いやもう今日で慣れたから大丈夫。すごい、ずっと飲むんだね。他在看你耶，姑娘。真情。見てる。そう。好深情的表情。他说：“ありがとう、美味しかったって。”谢谢你，グッドティー。本当紧张到全身都流汗。可愛いからこそ緊張した。那个肩膀上面就是这边拍一个。好多多。哎，我一直很想拍他的歌，因为他歌很像老老头。拍到了，拍到了。妈的，プラ、どきもある。ふふま。哈哈。可愛い、泣きそう。前も泣いた。あ、そうなの。可愛いから。で、俺が飲ました時の方が美味しそうだったな。ないよ。トキちゃんも意識戻してる。ね、眠りながら飲んでる感じ。ね。じゃあ苦了。对，就觉得生命真的好伟大。因为我从这个小孩子还在直面肚子里面的时候，就一直看，啊，那都是看个圆圆的肚子，没有什么感觉。然后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之后，就看他动来动去，想说哇，在肚子里面就这样踢。而且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，就是小孩子真的在肚子里面就已经长这么大，所以真的要好好吃东西耶，才能给他营养。真的，大家看鱼丸真不愧是抱习惯，可以这样子一只手看外送。一只手这样喂奶。那现在趁文当跟艾比在玩的时候，我也来访问一下鱼丸。那我想问鱼丸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怀孕的呢？他说：“那我们很不熟哎。”他就访问给大家听，可能大家可能会好奇，就在日本生小孩一些事情这样。一开始就是我有感觉到就是身体不对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，有一点点晚了。那晚几天应该还好，然后哎，奇怪，怎么晚了一个礼拜？然后呢？那时候要去冲绳了，在冲绳买了验孕棒。然后那天晚上，对，我就验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很久没有验孕 ，Ivy 验第一次，这一次就是第二次验，所以是隔了八年这样子。对，隔了八年。然后呢，验下去之后呢，它就是一条很深的线下来。然后呢，跑，我就在等最后一条线出来这样子。在跑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盒子。不是第一条线出来就是阳性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第一条线出来就是怀孕了的线，对。那你发现你怀孕之后啊，就是到在之后，你有没有什么心情上的变化？就是我是未婚嘛，所以就是虽然是我女儿很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，但是这件事情也没有在我的那个意料之内，所以也是很惊讶，不知道怎么跟妈妈交代，就是情绪是非常非常复杂，但是。是开心的，因为艾比的愿望实现了。对，他就是一直说他想要一个弟妹。对，他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，好夸张哦！生日的时候许愿的时候，好像就是许他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。对，然后今年艾比也是刚生日嘛，然后他许的愿望也是，就是希望弟弟健康平安的长大。对啊，那也超感动，很感动哎。对，就他真的就是一个姐姐。对，我在告诉我男朋友有宝宝这件事情。的时候，先把那个台词都写好，日文背下来。之后他说：“我怀孕了，我决定生下来了。不管你要用什么方式留在他身边都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没有选择要在他身边的话，我就会代替你给这孩子200倍的爱。”讲完之后就觉得哇，自己很帅。然后呢，就是我男朋友就。然后就是他应该也没有遇过这种 type， 他就只是下巴要掉下来，然后就说我然后碎石包我有，然后我就说你什么都不用讲，因为他一直很想要表达什么，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是我知道他太粗了，因为这时候我也不想听到什么东西，反正我本来就自己决定要生下来，那他如果真的要消失什么我也是 OK 的，因为我其实也不想听到有的没的，
就是很怕说、哦、我可能没办法那种，我就觉得我会难过，我说你不要说话，你不要说话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什么事，你都不用想，现在不用想，反正就是这样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凝视了一阵子，然后他就突然间站起来，张开双手抱住你，对，然后就抱住哇，然后就不知不觉变成像现在这样子了。对，然后就是真的是也没有当下也没有决定任何什么在一起都没有，嗯、就是经过了一阵子，就他是慢慢的、慢慢的去接受这个事实，我觉得。但是当下他第二句话就是说，他觉得他知道这件事情很惊讶，但是他觉得 他工作可以更努力，嗯，对。但听到这句话，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人很不错，这样。然后就是慢慢的了解彼此啊，我觉得这些时间是很重要。那你是怎么跟艾莉讲的？我就有在想要怎么样告诉他。有一天开始，我就可以跟他讲说，你不是很想要弟弟或妹妹吗？跟妈妈肚子讲，你想要弟弟或妹妹，你每天跟他讲话，说不定就会有弟弟或妹妹喽。就是让他觉得会有小孩这件事情，就是算是一个酝酿期，酝酿这件事情。然后有一天，当那天就是我都跟我妈讲了，好朋友们也都知道了，然后我就跟艾比说，嗯，就是，哎、欸，你每天这样讲，他就成真了，就是你有弟弟或妹妹，然后就拿超音波的照片给他，他就很惊讶这样子。对，我也没有想说该怎么办，就是一开始就先怎么做这样。哎、欸，当初鱼丸跟我讲的时候啊。就是鱼丸的时候有一件大事要跟我说，然后我还开玩笑说你应该不是怀孕了吧，然后自己讲完我自己还在那边笑，我说你怎么会知道，真的吗？对，我真的就吓死了、欸、因为这件事情真是完全就是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就是坐起来就是这样子看着我的宝宝出生啊，那瞬间一定很感动哎、欸，很冲击。我直接就是爆泪，因为通常都是躺着，然后这样子抱起来给你看。我是看着我的下面宝宝从我的下面这样出来，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天哪！那个感动真的就是，天哪，他降临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从我下面出来了，一个生命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是，就是那个瞬间真的是直接眼泪就爆出来。然后大家看，这个是鱼丸的超音波照啊，这个是第一张，那可以，那是哪一个？是宝宝的房间哦，这样子。这个是知道性别的时候，你看有帮我画鸡鸡。这医生会不会太夸张？他画成这样，被画家耽误的医生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好可爱！这是那个呐喊，对对对。先生が書いてるんだ。こんな感じだよみたいな。わかるんだ。なんかこんな先生いないらしい。お、すごいよね。这个是鱼丸的朋友写的，写命名飞西。文当跟艾比玩完了，两个都快累死了，流汗流到。楽しかった。楽しかった。誰が勝ったの最後？文当。谢谢鱼丸今天让我们来家里打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鱼丸加油啊，加油！我的奶奶，我要喝奶奶吗？他有吃的吗？有啊，艾比吃过吗？すごいね。ね、わかってる。拜拜 ，Toki ちゃん。拜拜，拜拜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しても